此前，西班牙媒体《阿斯报》曾经报道了现效力于拜仁慕尼黑的哥伦比亚球星 J 罗考虑在租借期结束之后返回皇家马德里。关于这个问题，《阿斯报》做了一个调查，你希望 J 罗回归皇马吗？参与的网友中有超过 70% 的人希望 J 罗能够回归皇马。很显然，这个赛季皇马的糟糕表现让皇马球迷们都不甚满意。阿斯报也在报道中写道，如果 J 罗回归，他将要和塞瓦略斯、埃斯奇奥、巴斯克斯以及伊斯克等人竞争自己的位置。阿斯报还将 J 罗在皇马的数据与伊斯科和阿森西奥进行了一个对比。对比之后，我们不难发现，无论是阿森西奥还是伊斯科，都没有办法和 J 罗的数据相提并论。在齐达内帐下， J 罗并没有获得太多的出场机会。在效力皇马的三年时间里， J 罗出场了111次，打入36球，贡献了40次助攻。在加盟拜仁之后， J 罗在50场的出场机会中贡献了11个进球和16个助攻，发挥依旧出色。基于这样的发挥，他的身价已经来到了8000万欧元，比他刚刚离开皇马的时候5000万欧元的身价高出不少。不过 J 罗是否能够回归皇马，还是要看皇马金帅索拉里的想法。如果索拉里不想要 J 罗，那他可能就无法回到皇马，拜仁也会启动买断条款，买断他的合同，赛季还有很长时间结束。关于 J 罗最终会去哪儿，也许会是很长时间内一个悬而不决的问题。